这场意外也有我的责任，我们卡吕东之子一定要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来安葬我们的客人。莱特，抬棺的事就托付给你了，可以说是重任在肩了。殡仪车驾驶一定要平稳才行。派派，我知道呀，会稳稳送上路的。伯尼斯， 燃葬之火肯定得你来，疼头烧干净就可以了。露西，露西，给我靠谱一点！不要生气嘛，这不是终有机会过一把燃葬仪式的瘾了？哪有这样随便用客人来过瘾的？莫尼斯，啊，还不快把喷枪收起来！真是欠账啊！哥哥，不要紧吧？ 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抱歉抱歉，刚才可能稍微过火了一点，欢迎来到外环，愿你浴火重生。卡吕东之子果然来了。走，按计划行事。哼！哈哈哈哈！ 是我呀，巴鲁姆，我的二十连胜就是为你断掉的。你这傲慢的家伙，就凭自己长得帅、有实力、有名声，还长得帅，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了吗？等等，长得帅是不是说了两次？巴鲁姆，很好，我会记住你的。不要糊弄我！ 这话你已经说过三次了，用不着废话。你我之间的恩怨就在今天清算吧。太好了，果然是我们先到一步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哦。 本来想着，既然已经取得了先手，就该见好就收。不过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实在是激发了我的捕食欲。啊！好远！好温暖！你疯了吗？连自己都受？嗯？ 是喜欢搞火的吗？我已经按照约定过来了。喂，有人吗？之前的约定应该是，莫尔斯，只能你一个人来才对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快把伤定好的东西交出来。<笑>那可需要付出相应的报酬才行。 不如我直接问卡吕东之子拿吧。什么？猎物，
你已经在我的准星之下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不用客气了。莫尔斯、卡瑟，这笔账就一起算吧。凯瑟，你怎么来了？凯瑟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镇长够了，我知道这些物资在放在空洞里会被侵蚀的。卡萨，你把他们拿走吧。快到了，前面就是火湖了。凯瑟，那是……喂，霸主大叔，振作一点。好重的侵蚀反应。凯瑟，火湖出事了，到处都是以太结晶。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卢修斯，他背叛了我。我们马上带你出去，设下门之后再……没时间了，凯撒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火狐。大叔。小萤火石也无力回天了。没了石油，旧有景区会被卢修斯变成什么样呢？除非还能有奇迹发生。啊！我去把点火石送进去。什么？等等，凯撒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凯撒大师，凯撒，你疯了吗？你会没命的！凯撒，停下！露西，你说的对，就算没了石油，我们也能去别处生存。可那些没有其他出路的居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
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。别露出这样的表情啊，因为我会开始害怕呀。等等，附近突然出现了空间异常扰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这里。危机居然还没结束，在哪里？